一个契约情侣而已，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？一点都不绅士，换做谁都不愿意找这么个男朋友。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。秦香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，小诺？咖啡说话了。咖啡是谁？那啊！放开我，沈俊阳，你还不救我吗？放下！这才对嘛。男朋友要保护女朋友的。行李箱拿走，快！我都说了，我会遵守这三个月的情侣契约，为什么要把我拿走？沈总，这行李箱是夏小姐的。行李箱说话了，拿走，快！好，行，好。没事。沈总，你看一下，还有什么要拿出去的？没事，沈总，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？我没事，休息回去好了。之前心理医生也说过，您需要定期看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您一次都没去过，这万一病倒了耽误工作的话，这么长时间都没事，难道我因为一个夏末就去医院吗？